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。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，却找不到别人倾诉？聪明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？我心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家的路，佛陀
生在娑婆，是来度众生，指引迷惑的众生走出这迷雾。如今佛陀虽不在，佛法依然在，奉行佛陀的教诲，就像佛陀牵着我的手。在那边。